哎，四号有请。加油。四位导师好，我叫牧童，来自东北。好，准备了，来吧。他刚刚在一开始routine的时候，其实我就看到他了，是吧？哦，他是还是挺出色、很跳的一个选手啊。对，未来战士，好吗？蛮好的，蛮好的。嗯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准备了，三、二、一。哇，就是我感觉你对你的选手很自信啊。来了，来吧。哎，你要选择挑战者要 call out 还是 battle？ 不，请问有没有人不服？哇，来一个！倒数两秒的时候，他起来了，我还挺意外的。我觉得他起来对于我来讲的话，凭实力我觉得我很有把握。对不起啊，那个是大哥中的大哥，对吧？牧童老师，对吧？我们都得叫老师的人物，他们不敢 call 他吗？对，但是我敢。四位老师好啊，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沈梦，也是我选出来的。对，那这样其实出来干嘛呀？对，你干嘛抢自己人的毛巾啊？自己人的毛巾，自己人打自己，自己人打自己人，这哎呀！缪子，耶！沈梦，四十秒。真的，你说怎么选？我想问他，你选择靠你的跟他 battle 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把握机会吧。原因。但是他是同一队的人呢，这还是把握机会啊。有道理，过。好好好好。
好心疼。哎，之后待会如果是同一队的，尽量就不要出来啊啊，乖啊。哎，我这边有了，你我上一次就是这样。好吧，你是第一个出现的是吧？对啊，张浩，那个 battle 那个袋鼠。好，现在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没问题的。三、二、一。恭喜你晋级，来，加油！